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奇烧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33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变形金刚真人电影第二集 The Last Class 的 Dead End 死路。它的话呢，是我大概一两年以前那从一位即将脱坑的变形金刚迷友手上呢大量购入的老物其中的一款。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终于把它挑出来做一个开箱。那它是一个全新未拆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正式的把它给打开。如此一来的话呢，这个世界上呢又少了一盒黄金时期的玩具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它里头的话呢，有一张广告单，这个广告单整个是全彩的啊。那个时候的变形金刚玩具呢真的是下了血本把它做成一个高档的玩具的感觉。我们一同来回味一下啊，是当年的这个变形金刚第二集的 L 级的天火，还有 OP 他们可以合体，然后还有这个当年 U 级的工程合体，其他呢还有一些这个是玩具小汽车啊，但是它这个车底的话呢有印上人物的造型，这个的话呢我还有几款留在身上。然后这个就很奇葩了啊，这个像是过山车一样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过耶啊。然后这个大黄蜂的面罩跟手套啊，给小朋友戴的。那么翻过来的话呢，也可以见识到当年的 Deluxe Class 的 Size Wipe。然后这个是属于Humboldt Decepticon 吧，还是什么系？这个是属于巢穴配色还是什么配色的一个铁皮，比较不一样。双胞胎中的这个刹车泥挡。Voyage Class 的救护车，然后这个是联盟级啊 Human Alliance 的 Bumblebee， 然后 Leader Class 的 Megatron。 这个玩具呢当年09年的时候呢我没有买到它，之后再买到它的时候呢已经是2014年的时候了吧，而且那时候很贵啊，直到这个暗噩梦版 Nightmare 的配色版本出现之后呢它的价格才开始崩掉啊。然后这个是 Voyage Class 的Starscreen， 那么其他有一些周边啊，这些周边的话呢，可能我们就没有什么机会看到了啊。好啦，这只是一张当时的玩具的广告纸而已，真的是已经很豪华了。你看这全彩的，现在连说明书的话都给你印的这个就是灰灰的啊这样子啊。然后说明书的话呢，各位就看一下就好，当年的。说明书啊都是这种线稿居多，而且它是有单向的变形啊。然后这个看得懂就看得懂，看不懂就算了啊，死路。好了，我们看光是看纸制品就看了两分多钟啊。那玩具的话呢在这里我已经把它割开了啊，割开之后才发现呢这个打开的第一次呢没有把它录下来，是有点可惜，所以我又把它给放回去。听起来怪怪的，好，不管了。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的绳子，好吧，就是呢，这个啊，对了，这个盒子我丢太快了啊，我有一点东西要讲，啊，当年的玩具都会给这个角色的能力值会给它附在后面，像这个力量5，智力只有3，这叫挺笨的啊，速度8，啊，还有这个是火力吗还是什么？就是速度来讲跑得还挺快的，这个东西我忘记了，反正然后 rank 是火力是不是？然后勇气啊，火力是这个吧，然后技巧只有3，啊，反正是个杂兵的素质啊，一整个就是杂兵。那当年的玩具的话呢，比较佛心的就是它的包装真的是很好，不像现在的玩具呢，都给你中间还开一个洞挖一个洞，啊，所以今天这款是如果是09年的东西，那么至今它已经15年前的玩意了啊，哇塞，如果今年的话呢，你是初中生，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在你出生之前，它就已经。推出了啊，那我们的绳子呢，把它给稍微的给解开一下，好吧，我们这个终于的呢，将这一部由原本的基础模具是奥迪 R8 的车型了。好的，这个是顺便再提一下，当年的玩具呢，会用交通工具做包装呢是常态。那交通工具做包装的好处就在于说。其实它相对来说应该比较不容易去缺件，因为你变成载具的时候呢，如果缺了零件，应该就会外观上就比较容易去看出来有缺陷，因为载具相对来说我们都比较熟悉。但是如果你是变形成这个机器人来做这个包装的话呢，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么熟悉了啊。好了，
那我们就直接的呢，这个都还没有变形过，真的还是属于这个是属于在世的状态啊。好了，这个轮胎滚动性已经很好，各位可以看得到了啊。这个打了这个铆钉的轮胎就是不一样啊，紫色的一个透明部件。像我们这个车头啊，这个真的是以奥迪的车型来说，这款我自己觉得是做的挺像的了啊。那它也一样是个狂派的，而它的比较多人拥有的模具呢是 Skyway， 台湾这里翻成阎王，那大陆朋友应该叫它边路。那么我手上的这款 Skyway 的话呢是比较特殊的配色，它是没有弹孔的配色，这个啊是属于一个战损配色，这个是比较难买到的。我没有它的原色的版本，我就这特殊配色的版本，怎么样，我了不起吧。然后呢这款车子的话呢一样啊，虽然是同模，但是呢它并没有说啊推出博派的角色，而是一样用狂派的角色来推出它的一个同模的玩具。那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差别吧，我觉得后面这里原本的这里它有做出这个比较浅的透明色，能够看出类似于是引擎一样的刻画，但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感觉看的不是很明显。但是呢它更加的有一种它是在内部的感觉，这是给人一种引擎在玻璃下面的感觉。而这个的话呢因为太透明了，它反而给人一种怎么样，就是引擎在玻璃上面的感觉啊，是不是不太一样。好，那从前方来看的话呢，深色的这个配色的话呢确实是比较有质感一点了啊。当然是 Skyway 的配色也是挺好看。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车尾灯啊，这个透明部件啊，以前呢这是这个09年的时候的玩具的话呢就很精彩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给大家示范一下它的变形过程。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死路的变形过程啊，其实这也是真的是第一次变啊。把后面这个打开，然后呢它的一个车子的门板的话呢要分开，分开的时候呢这里的话呢我建议各位从这里捏下去啊，捏下去这样子分开它会比较安全，你直接这样平面的扯呢我觉得是蛮危险的，从这里压下去啊把它的结构给破坏掉。目前变起来感觉它比这个 Skyway 的一个手感的话呢要松一点，然后呢这个地方给它压下去，它这里会有一个联动，这里会打开。那正常哎对，翻到底的话它这是正常，是这里打开，这里就整个扣下来。好的，那这里直接解锁开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接着把它的这个手臂这一块部件给往外面翻出来，这里整个的给往外这里松开，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插入的卡扣啊，把它给松开，两侧都给松开。松开之后的话手臂的话稍微转动一个方向，转动一个方向到这里。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两片这里翻起来，这里有片部件，这里两侧都有啊，这个地方将它给往上翻起来，哦这么紧啊是吧，这里是一样的，这里将它给往上翻上去，它应该是就是硬翻上来就行了啊。哦好，就非常的紧啊，这里好都给翻上来之后的话呢，这个车头这里把它给弄开来，它有个双动关节，简单的说呢就是要把这个车的一个车头弄出一个破碎的感觉。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后面的这个背包给打开，头部先把它给翻出来到这边啊，还蛮丑的一个头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接着将它的脚下半身给变形，这个整个龙骨的话呢给往前面放过来，这个手的话呢会妨碍，我们就把手给推开就行了，这个部件往上转，这个二头肌的话呢要旋转一个90度啊，这里翻上去，二头肌旋转一个90度，好翻到前面。再来的话呢它这里它肚子内部的话呢是有一个凹洞的，它要跟这个凸扣在一起，它会扣进去会有咔的一声，有没有听到咔的一声啊，有了，你看咔的一声没有，我没骗你嘛对不对。然后呢脚的话呢就直接的啊，这里有一个锁扣，这里凸跟到这个地方松开，然后脚把它给打正，这一片部件放下来，这里打出来。然后呢它的腿的话呢这个部件本来在外侧的，利用这个关节旋进去转上来之后，它这里有一个凸啊，这个黑色的凸要扣进这个咖啡色或者是叫做赤红这种怪怪的颜色的洞里面啊，黑人对上了不知名的人种那种感觉。好，这里一样的把脚啊侧边这里松开，脚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呢，原本在外侧的轮胎翻到内侧去，然后呢往上固件旋转上来，然后呢这里对吧，黑色的凸对这个奇怪颜色的洞，它有一个特定的角度，你把它扣上去的话呢，它的脚的话呢就会很稳固了。好，最后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背包往上面提上去，往上提上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啊，它的关节都是比较偏紧，它是有一个有点小小的一个限位的一个虚位的那种感觉。那这个翅膀的话呢，记得把它给往外面给翻出去。这个你可以看到它身上有很多的这种弹簧的部件啊，然后呢侧边在这里，它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在这里，它要扣前面这个凸，这样子两侧都有，都把它给咬合进去。好，这样一来它的背包的话呢就得以一个固定。它这个背包的固定的话呢，我觉得比塞位好像再更稳一点啊。好，这个球形关节我们调整一下它的肩甲的造型。那么这个思路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我们来看到思路的机器人的形态，它是一个机械感非常强的造型，或者是说呢，在真人电影的前三部曲这一类的造型呢是比较主流的，特别是到了第二集的时候呢，这一种设计的风格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然后在成本的控制上、零件的使用上呢都是一个顶峰的状态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头雕这个比较特殊的造型，但是非常非常就是机械的感觉，而且呢耳朵，这我不知道是不是算耳朵，两边有金色的点缀，光是这个头部的分色呢就已经让人很折舌了啊，至少有一种眼镜的红色，头盔的红色，旁边的黄色，还有脸部的这个铁灰色啊，这个光是这个分色就已经让人觉得非常的了不起了。你把它转到后面来看呢，它也是一张脸孔啊，这两个螺丝钉完全没有问题。胸口的话呢，这个由于零件呢可以做一个分裂，所以这个地方压下去的话呢又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关，所以它整个胸口的造型就会非常的有破碎的感觉。肩部的造型呢，这一片部件呢推过来的时候呢，刚好可以，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缺口，我觉得可以稍微按在这里啊，也稍微能够稍微固定它一些些。后面的话呢，这个像是这个昆虫的翅膀的造型啊，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了啊。它里头的话呢有了很多的这种弹簧的部件，在这个地方它是有设置弹簧的啊，所以你可以往两侧稍微推开一下都没有问题。那背包的话呢虽然很大但是机械的感觉真的是做得很不错了啊。后面的话呢也有满满的细节刻画，腿的话呢非常的细，脚底板也非常的小啊，所以这款玩具其实认真来说，它战狮的命运呢是很强烈的，而且只有几个限定的角度呢才能够站得比较好，因为这个脚底板真的是太小了，真的是太小了。你要摆动作啊什么的呢，你光是要让它站稳啊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啊。这个你看光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办法把它调整得很 OK 啊，反正站立性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那我们跟它的一个基础模具这个相比的话呢，两个其实也都好看了啊。我手上这款还是要强调一下，我这款是属于特殊配色的。那这个以分色来说的话呢，它的分色由于是黑色的胸甲跟这个肚子的这个转移的话呢比较没有那么唐突啊，这个红跟这个黑的话呢过渡的太快了啊。但是呢它的这个要归功于它这里了，这个银色的这个线条点缀涂过来之后，它整个人物的分色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它的腿部的这个地方一个屎黄色，这就可能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啊，相较于它的这种铁灰色的话呢就有一些不太一样。那电锯的部分呢，它的话呢跟手掌是一样都是黑色，而死路的话呢则是跟这个手掌一样也是银色。那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联动的装置在这个地方，各位看到这里它可以稍微转动一下，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内部啊，这个这个地方它的这里面手臂里头的话呢，它其实是有个联动的一个机关的，非常非常的妙啊！这个地方从这里开始带动过来啊！以前的玩具的话呢，真的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巧思在里头。现在的玩具呢，能够变形就已经是60分了啊！如果再变个好看一点的载具，不要空洞啊，人形不要太多空洞，我们就阿弥陀佛了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变形金刚真人电影第二集的思路啊，算是一款机缘巧合之下呢让我得到了一个全新品。
那就利用这个时间的话呢，把它拿出来啊，做一个第一手的开箱啊。这个就是拿出来车子给大家秀一次，然后第一次做变形，第一次变成机器人呈现给大家，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个玩具的第一次把玩，它的第一次跟这个世界 say hi 啊。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